自己他们到之后，就请他们蹲下，然后就说 ：“OK， 我们这一关的官名叫 ……OK， 我们来面面俱到。”大约可以排几张顺序，把你们答案记录在答案卡上，并请官组认证。所以他们会有答案卡，官组长会拿一个答案卡。一个人都盖吗？还是一组？他做组长、啊，组长拿、啊。组、okay. 知道下一关在哪里。他说下一关的地点，这个地方可以保护全校师生的安全，还有全校教导处，其实就是对前门警卫。欢迎收听今天的参加。然后你可以做 OK 过了再打一个。大概三到四组以上，我们才会进行活动，所以休息。一个三到四组，好，你们四班吗？对，他是四班。好，那上来这边等一下，我们再等一下其他组。我是说三组的时候，我想要再等一下，看会不会有人可以吗？那你们没人呢？没人，我们就开始。你们喘，你们有些人很喘。两组，两个组啊！组长排最前面，组长排最前面。哎，你们到底几个组啊？对啊。你们到底几个组、啊？分几个班呢、啊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偷偷没有，还有坑题。好，这边上面有写，你很厉害。对，所以你们因为大家都学过乘法，对不对？好，不管。好，你们要用这些纸呢，排在一个地砖上面，然后你们要自己排，算出这个地砖到底有几个正方形。那我不够呢？不够，要自己想办法，自己算。我没有办法提供多的色纸。然后你们算完以后，组长知道答案要过来我旁边，很小声的把答案告诉我，不要让其他。这边也要写。我还没有讲完，可以等我一下嘛。好，你们要到那边去等，可以吗？我先看你那一堆纸。好，下面都给我再过一点。好，然后呢？好，可以吧？你们破几关了？这是第二关吗？没有，我们这个是第三关。这么快？你们这么强？其他的关在哪里？秘密。来，我跟你说，你们找一个方。
方块，你们自己测，就是。答错了，再去量一次，横的、成直的，横的、成直的。你要把长跟宽先算出来。你们要先量一边，然后再量另一边，然后把它乘起来。我原本就是这个。终于对了，恭喜你们！帮我。色纸要刷好。排成一条线，要写什么？写什么？这组还没有悟出来。好，赶快！我告诉你一个提示，就是在这附近，赶快看一下哪一棵树最高。你要帮忙捡回去来。只要自己卷回去，自己卷回去。我的习惯就是他手拿了就。关主姐姐，关主讲。好，然后呢？你们是第几组？我们第三组。来吧。201。好，来，然后请组长抽一个签。然后你抽完签之后，偷偷告诉我，因为要其他人来帮忙想到底在哪里。过来。这个色纸要小心的把它放好。我知道下一个地点是哪里。不可以讲出去哦。我说忘记了，妈妈当习惯就会自己把它卷起来。因为他们卡在那个拼图那一关出不来，好像很刺激。我觉得好好玩。知道答案了吗？我收好，然后看看拿写一写。来，其他人帮忙。谢谢乖乖，不叹气，赶快去闯关吧。你们第几组？好啊，你们是快递专家，约可以排三十多的专家。第三组没有大约36张，设置的话，我很好，还没有抽哎，还没有抽，不怕的，快点抽啊！你全部抽完，我提醒你，演一下，演一个虚路。组长是谁？我在前面。好，你们那一组在哪？王权。在前面。在这边。在这边。好，请你们先蹲下来，先蹲下来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组的关卡是什么，请你们一起念。面具的。好，那所以呢？
关的答案。那上面呢？这个借我一下。那上面有两个花弧，两个花弧你都要填哦。哦，这两个花弧里面答案其实都要把它填进去。然后呢，组长要把这个拿过来，小声的告诉我答案是什么。你如果让别人听到，也是弃权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他们暑假的时候不是有几个群组来通信吗？来，闯关的过来。这轮满了。真的吗？关了吗？对，稍等期哦。你们又想？好，然后呢？这个要小心放。接下来，然后再告诉我。好啦，不要让别人听到哦。然后我会给你认证卡。你们已经闯那么多关了，你们全部都过了。那边年一班第五组。哎，穿背心。不是。要闯关吗？对。好，坐下来。二年二。找一块地砖就好。
六乘四这么夸张吗？我刚刚看到有一个很聪明，他们还用透明的袋子去当背心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其实透明的袋子也是一张，是一个对啊。被听到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其实你只要会就好，我觉得重点是你要会。六。乘法的精髓。躺在地上啊。他们头脑用尽。你们这样子太近了，找旁边一点的。你们这班这一组这么帅的组合，忘了拿笔，你们在干嘛？真的拿你的笔啊！赶快回去拿。哦，他有。六多少啊？六三十六。小八想对到了，对了对了。你们是第一组，是2001第五组。这一组为什么只有三个人啊？一个去帮他拿的。这么帅，然后这个。哦，那个裤子很难洗。对呀，在那边一直滚啊，男生都这样。我们家连上衣都是脏。那边等，好，去那边等。真累啊。你好慢，你都快趴地上。起来，你们在床外的时候不要趴着。考虑一下，中文的意思要看懂哦。对，中文。答案没有写对哦。大约五张。越写越错怎么办呢？你看一块地砖大概可以排成多少？你们刚才不是排出36吗？所以一块地砖的面大概是几张地址的面？也是36。组长说你说你是班第几组？第一组是。组长特别辛苦。男生超失控，组长很辛苦。是他很失控，我没有。你的膝盖都不会痛吗？我要中风了。好，我问你，还是错吗？我刚才跟他们讲，这个答案跟这个答案一样，所以请你把这个答案改成它，可以吗？啊，赶快改，536。哎，收好给我啊！叫陈伟收。快点啊！待会那么懒惰，叫他收。过来。啊，原来不是这种墨镜男会这一招，他也会。墨镜有三个，墨镜三人组，他们都这样，都用滑行的。来，还是写错吗？组长，振作一点好吗？来，你们过完关的人，蹲下，请回去你们的教室。我们是 BTS 组，好，我们请关组长。他答案一直写错啊！对了吗？我看，终于有对吗？他是写错。可以。你们怎么让一个男生装的跟装不进去？拿着，太窄。男生一个人那边搞很久进不去，然后戴上墨镜更看不到。这么帅！哎，你这样当然装不进去啊！好，这关叫做面面俱到。然后等一下呢，我们的工具用的
快递端大约这样是不是就好了？等一下，好了，拜拜。这个是主你们拍完以后，老师再回来。哦，然后再来给我认证，认证完之后，请你们把色纸收好，放在袋子里面，再还给我。哦，应该你们都剩最后一关了吧？对不对？对。好，然后现在你拿到，就可以开始做了。怎么做？找一块地砖，不要一直换地砖。有人就是一直换地砖，所以他们一直找不到答案。就这里，这里最找一块地砖去踩。每一块地砖都一样大。我告诉你那种。还没有走，等一下，十二，等一下，不需要这样，你在干什么？这里对不对？这样有五张对不对？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啊！等一下，给我。不用六，六的乘法表吗？用六的乘法表干嘛？只有五个，哎，只有五个，你用六干嘛？五一五二十，这边要六个、啊。你这个透明的也是一个，好不好？五个，透明是一个，透明人家都已经走了。这里是透明也是一个，这里应该三块吧？哇，所以你看啊，一二三四五六六六一六六，我天哪，这个应该六七六七，没有绿啊。
只要不理他，塑胶袋可以帮忙。我刚看到有一个，对，六，有一个好处。等一下，先不要动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哎，我知道了，七二三四，哦，不要动，这已经这排就有六个。